这个自然光感觉更亮啊，特别是这个绿色跟黄翡翠配在一起，那真的就是皇家绿的那种感觉了哈。你给我加一点啊，哎，对，你给我加一点，我更喜欢了。对，就是这家。哎，你好，奶奶。我们是那个介绍过来看手镯呢，听说你店有的手镯，哦，我过来看看。哎，能喊走了，我拿给你们去交个。哎，好好好。我拿给你们去。好好，哎，好的好的，太客气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啥花？这种是不是可以吃啊？有那种花蜜，加一个。它是不可以吃。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。啊，那奶奶说不可以吃，我都含到嘴巴里面了。甜的，应该没事。哎，好，左点啊，我看看去。嗯。好，我先看看哈，嘎。哎。这个是宽版的带绿，带绿，宽版的。这个是我的老家菜呢，老的呢，反正啊，一个是亲生的妈给的，一个是婆婆给的。哦，一个是妈妈给的，一个是婆婆给的。妈妈买家一个。哦，好的。好的呢。我看看瞧嘎，我打个灯看看。这个宽版的哈，你看它这里还有个蝙蝠，红翡翠的蝙蝠，不过的话它这里有点糙，因为是老东西了嘛，它这个可以重新好好的打磨一下，抛光一下这个地方。宽版的，你看它的做工也比较复古啊。那这里也有一个蝙蝠，双面雕，你看双面雕，它内圈也有，内圈也有，不过它内圈的工艺的话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啊。这个是带绿的，看这些的话它还雕了一些那种四四方方的一些，看比较正装的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只，这只宽的还可以，这个的话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它是一个黄翡的，而且它的黄翡颜色很辣，你看上面它雕的是什么花，它雕的是那种有灵芝，不过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反骨龙呢，有一条反骨龙，不过它这个是竹子，有竹节哈，你看一节一节的，看到没有，竹节步步高升，天天向上的一个意思。然后这一半的话就是梅花，我看了一下，它是那种梅花树，它这个工艺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灵芝，灵芝如意，百草之王。那内圈也是啊，一节一节的，就是那种竹节竹子啊，步步高升的那种意思。然后它的这个宽度的话，它是不均匀的，就是有的地方它要窄一点，有的地方的话它要宽一点。我打个灯看一下这个。其实这个黄翡翠的话它品质要更好一些哈，你看有没有，你看这个镯子一看就放久了，它这个圈圈里面有一些灰，用那种刷子刷一下就干净了。这些镯子啊一看就是有一定的年份的，你看这种工艺，这种料，包括以前这种工艺，以前老时候的那种工艺啊，现在的工艺是做不出来的，它连仿都仿不出来，你知道吧。里面还有一些灰。妹阿奶，你这个手镯怕是时间久了干？时间久了，那个穿了就打印了呗，好几十年了都。好几十年了，本事呢？我看着本事老些的这个料子。十年了，这个是。而且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嘛，要是现在这种工艺的话呢，它就会做的那种宽度啊那些都是一样的，但它这个不规则的。我们不喊动，你们会看的，人家。我把你看看瞧。反正。对的。这个料子，确实是好啊，一个黄一个绿的，这个手镯还是送的好呢啊。你看，带绿那一只，带黄那一只，
这只的话它就是宽板的，那只就是窄一点，比较有特色，工艺要强一点啊。一只的话就工艺要好一点，黄翡色的。一只的话就是它要宽板一点，用料要多一点，带绿的带翠的这种。妹奶奶，我砍了你几两条手指呢，品质确实还可以。那今天我宠着过来，就是宠着这两条手指过来的了，那就忍不得奶奶这边更想买这两条。哎，要是是不是你们今天看得懂吗？我也还是有买给你们，因为我们家上把家老去老啊，我也要搬个新家，搬个新家嘛也是用着一部分钱了嘛，用着一部分钱嘛，我说嘛，把它处理了算了，处理嘛还是减轻小孩的负担些呀，是，没有少用的地址嘛。啊，意思这个老家是要把它拆掉的。嗯。哦。哎，是弄好，要不有时也舍不得个，没。哦。本是几十年好的呢，这个是。本是因为因为是老东西了。哎。孟奶奶，这两条手镯想买多少钱嘛？嗯，想买多少钱呢？没事，你看，今天看的中没？可说一万五来往嘛，一万五，一万六，一万五，一万六，两只干。嗯，好，我先看看哈，干。哎，中曼奶奶，我各方面就是我拿着这两条手镯，我去外面自然光看一下。哎，可以了嘛，你拿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好的。你是看的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自然光看一下这两只。哇，这个自然光感觉更亮啊！你看，特别是这个绿色跟黄翡色配在一起，那真的就是皇家绿的那种感觉了哈。你看自然光，今天还是阴天啊，关键是这可以，品质高，工艺也可以。你看，一万五六啊。一万五六可以的，这种老料子，你一万五六你去哪里买啊？确实，它这个做工确实好。你看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蝙蝠的这个位置，需要重新打磨一下，因为这个放了时间久了，可能老人佩戴它磨到了一点点哈，时间久了嘛，都几十年了，肯定会有一点的。嗯，可以，走吧，进去。你们可看得中这个镯子啊？奶奶，你这个手镯对呢，而且还是老料。是的，以前老料它这个工艺做成这种样子可以了，肉质也可以，它还没有的毛病，这关键是品质可以的。特别是你看它这个黄翡啊，它这个黄翡颜色辣，因为可能是奶奶放了很长时间，也不是很懂嘛现在的行情，可是这种两只一万五六的话，奶奶，我跟你讲，买便宜了。便宜了。这种。我是也不懂啊，是呀。这种奶奶，如果说是我把你收了嘛，干这两只手镯，我给你加一点嘛。你给我加一点。对。你给我加一点，我更喜欢了。没有。更喜欢了。因为是这种奶奶，我们平时在外面生活，我们是根据货品的品质来给价呢，不会说是乱给价了嘛，嘎，也不会说是坑哪一个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可是啊，这两条也可以呢，那两条我给你加4000块钱，就一万九嘛，两条一起。一万九，你们真的是好人哦。没有，不用，奶奶，这个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这个货它的品质就在着呢啊。这个火它的品质就在这儿。把钱拿过来，我把那个钱拿给你。我看奶奶手上也戴着一只手镯呢，也还可以呢。来，今天是10000块钱，那我再拿给你9000块。奶奶，这点他原本是有的10000块钱，那我抽掉1000块钱，里面就有的9000块，那就是，真是好人呢。不用，奶奶，这个跟好不好人沾不上边，你还会看货？
你好吧，我跟我说了少了我们也不懂，你们还家伙这样的好的女人。不用不用，我们是看货看品质，就算是奶奶你给我包个20000多，我也不可能收嘛，可是我肯定要给你压价呢，可是。但是嘛，这个货它的品质它确实是在呢，啊，货的品质确实是在呢。怕了，你点点巧嘛，奶奶。你们点好了，我不想点了。你们也不会。好，我奶奶，我们今天就收收这两只手镯嘛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嘎。我们下回哦，志忠奶奶，你给我的纸跟笔，那个我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嘛，就是我把我的电话跟我的名字留给你。假如说这个手镯你以后要是不想买了，在趁我还没有遇到有缘人之前了嘛，嘎，你要说不想买了，我随时可以拿回来给你呢。留一个联系方式嘛。真的好的，真的找我们来，我们。咱只好搞我们笔纸随时有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19000两条，你看。确实不错。可以的吧？看工艺，虽然说有点灰啊，拿回去洗洗就可以了。毕竟要放那么久了嘛。对，就这个宽的，它有一点那个摩擦。哦，好。哎，有呢。那么有什么事都可以联系我呢，干，有什么需要，或者说村子里面啊，有人要买老手镯啊，你给我打电话都得呢。奶奶，这个是我的名字双双，干，后面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。留好点，干，有什么需要嘛，你打我电话就是了。奶奶，我就。先走了，干。你得来走走，叫我吃饭了。不走了，因为我那边还有点事。喏，你看下雨了，等下我害怕我回不去了。吃饭去啊！我说你们。不消。下回又来，干。下回又来。包给你。走了，奶奶。奶奶。哦，我都忘记了。奶奶，你多。那个下去给你们过去啊。不行，又来个。好的，不想送了，奶奶，你多保重身体吧，多保重身体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可以了，奶奶，听着得了。好。下回又来个。拜拜。我是双双，好事成双的双，记得关注哦。